连胜文枪击案的凶手，人生马面的林政伟，今天最高法院判他无期徒刑，全案定验。五都大选前夕，林胜文为市议员候选人陈宏源站台，遭到马面近距离射击，子弹贯穿连胜文脸部，榴弹也意外杀了无辜民众。一审法官认为他是过失致死，判24年有期徒刑，可是二审改判无期徒刑，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，维持二审判决无期徒刑定验。